欢迎收看《匠心独运百工图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任嘉珍。在我身旁这一大片，您没看过吧？它是可可树。不过在9年之前，这里都还是一大片的槟榔园。屏东农民邱明松，他知道种植槟榔对大地造成的伤害，一直想改种其他作物，直到他找上了可可树。但是呢，可可果必须经过繁琐的加工才有经济价值。在当时，台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相关技术，熬了9年，他终于完成了第一块全程产自于台湾的巧克力。巧克力又香又甜，沾到指头上也得舔干净。这迷人的巧克力以前全赖进口可可半成品来制作，但其实现在台湾已经有能力生产。哇，好特别！哎，红色的哦，我等下带你去拍红色。红色的，这个好漂亮啊、哦！我稍微把它修掉了，不好的。好、哦，好，我、哦、这个也是很深哎。这是可可果，果实有红有黄，像木瓜一样大颗，就长在树干上。但要种出这么漂亮的可可，邱明松独自摸索了好几年。就是扯到哇，它皮没有办法回复回去，就哇这个地方不长，以后就很注意去保护这个皮。你看这个阳光哈，现在这个地方没有，就是已经没有遮阴。你看这个皮就会晒伤。晒伤了。对对对，它果皮这地方就开始会晒伤。细心遮阳，一到台风季节还得撑支架，以免怕强风的可可树倒掉。南台湾气候很适合可可，3年就可以收成。但邱明松原本跟内埔大多数的农民一样，种植槟榔树，因为了解槟榔对人体跟环境的影响，他一直想改种其他作物，最后找上可可，但当时其他农民都笑他傻。隔山观虎斗呀，怎么讲？看热闹。怎么讲？你不知道你会成功，你还是会失败。现在说来轻松，但当时台湾根本没有可可加工技术。取出可可豆，连着果肉一起发酵，接着晒干烘烤，到这里都算简单。但接下来怎样把可可豆研磨成半成品可可砖呢？台湾根本没有这种机器。对，每个地方就去找去问，哎，什么在北部的机械展啊，中部的机械展，甚至南部的机械展，只要机械展我就过去看看，可以我会用得上的东西，而是一问都没有。投入种可可多年，却遇到大关卡，没办法做成可可砖，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想说巧克力嘛，跟花生差不多嘛，就炒熟了香香酥酥脆脆，应该磨一磨，应该也是粉啊，冲泡下去应该也是巧克力，就想法很天真。就连要从可可砖做成巧克力都是困难重重，于是充满拼劲的年轻人找遍国内外文献，不断做实验，试图找出书上没写的关键步骤。数百公斤做失败就是丢，一个字，不手软，丢到我爸都会心疼。又坏了，坏了，怎么办？丢啊。好，那你爸心在淌血？在淌巧克力。要能做出巧克力，可可树上这结实累累才会有意义。9年努力，第一块全程 made in 台湾的巧克力终于诞生，邱家人的可可梦实现了，也在屏东刮起了用可可树取代槟榔树的新旋风。19年，并非一般人都有这样子坚持到底的毅力，还有突破创新的勇气。在我身旁的就是邱明松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那么，其实，在9年前可以选择改种的作物应该有很多啊，为什么会独钟于可可，一脚栽进去可可世界？我们想说变成我们家乡的一种特殊的作物，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特产一样，想到这次我们才会去找东西。我们试了蛮多的，包括在咖啡还有好多东西我们都试过，
它的咖啡的种植地方，它的种植地方全台湾都可以种。那你本身可可这个东西，它的气候的选择变成它比较严格，它需要高温多湿，还有水分，最主要是水分要充足，阳光蛮足够，它可以成长的比较好。气温，再一个就是气温。但是其实困难的也在气候上，对不对？您最怕就是台风。台风，像这一阵台风来，我们每年只要台风来了，我们就说要把它，要树势要把它重新再调整，用支架把它重新再调整。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台湾种的困难度就在这里。您可以再描述一下所谓的调整是怎么样的一个？因为你在树势来的话，因为它的枝叶蛮多的，就是它的叶片就很大很多。对。那你在台风来的时候，它风阻很大，被它吹得倾倒的时候，变成我们要用竹子或者什么支架把它再撑起来，它果实不掉。反而是造成另外一些树枝啊、树干的影响比较深，树干会被它撕裂。哦，撕裂您，而且您最怕它晒伤，对不对？怕晒哈。对。因为为什么它要有遮阴？为什么要遮阴？对。对，我们在因为在台风期的这段时间，几乎我们就是树的满载期。那什么树都满载的时候，只要上面的树干被它枝叶被它掀开以后，它就会日晒，会灼伤。灼伤哦。对，因为那晒的时候，它上面那一层靠近它的表皮的地方，那些里面的种仁就会萎缩。就是来第一次碰到台风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说哇，它的严重性可以到达严重到这样。几乎比在军中，那些长官在说，我到趴的就是平平的，哇，这几乎整个就是这样。那你就一株一株要把它扶起来。我觉得第一次碰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严重性比我想象一般的果树还要严重。然后后面，经过这几年来，习以为常了。台风不来，我们还觉得怪怪的。在作农这一块哈，碰到天灾，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。看得开，都是已经习以为常，这事情对我们来讲习以为常。只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应付的程度，让它把它可以恢复的速度有多快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作农没有做成天灾的话，你就不知道果实的甜美。可可要变成经济作物之前，经济价值之前，必须有好几道很繁琐的一个程序哦。可不可以来简单说明一下？不，这个它从我们采果实到制作的过程，几乎要到达18道的手续。18道？18道的手续才可以完成一片巧克力。因为什么巧克力称为工艺品？那来自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你种了这个东西，你才知道巧克力的它的可贵性在什么地方。那你本身也很喜欢吃巧克力吗？我是种植到开始在制造的时候，才真正的太去懂得巧克力怎么去品尝巧克力。是哈，现在爱上巧克力的滋味了。要把可可呢变成黄金，光靠自己力量绝对是办不到的，因为有全家的支持，加上全力的协助，来帮助邱先生圆梦，包括妻子儿女呀，都力挺这个胡须老爸。要五十进去吗？好啊，来啊！过冬老人。真的吗？你觉得自己是过冬老人？过冬老人。虽然60岁了，邱明松却像个顽童，总是上足了发条，充满活力。这是他的叶子吗？这是他的叶子。这比较出去宴会没有带到，领带的话，把它折一下，挂起来。很像哎，而且还蛮好看的。不止叶子，就连可可的壳，邱明松都想入各种创意，别浪费了。装冰淇淋这样就可以装冰淇淋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样吃冰淇淋，装水也可以哈。就是吃冰淇淋就这么吃。因为里面有个香气嘛。吃完就让它带回去冰淇淋，这一个可以不算钱，可以算钱。你是说这还是开玩笑的？敢做梦，敢冲，这特性连儿子都拿他没办法，只能全力支持。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种个性，就是敢冲，
敢冲还是敢冲？很棒。在旁边帮忙的儿子邱君特，相较之下个性显得内敛，但毕竟是父子，邱君特还是遗传了父亲的乐观开朗。这样拔久的时候会变白吗？会变形。手一边动，脑袋也得动一动，就是这家人的特色。但要能熬过跟可可斗智的这些年，最重要的还是妻子。来到果园里，两夫妻总是能激起彼此的工作好心情。夫妻要是他在采虫的时候都会吵架。那你们不如一起铲好了，速度好慢呢。那做不开回来，他就这样子会那个露出狐狸尾巴。是啊，讲一大堆，讲会讲啊，做事情别有办法。这个时候就是会有一点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嘛。不会啦，我们都听太太的。边工作边斗嘴，因为妻子陈淑贞也不是个软弱的人。先生要种可可，他就研究如何让果子长得多又好；要种咖啡，他就乐得去学煮咖啡，静静的做事，只为了一边聆听先生大谈理想。就是这样的支持，才让邱明松度过低潮。太太和孩子都是蛮支持的。了解、互信，进而力挺，全家人团结一心，相互扶持，酝酿出饱满浑圆的美丽果实。好，可可的美丽果实，但是一棵可可树上又长了好多果实。什么是马上能采的？什么是还不能采收的？我现在也要试着来当当可可农友，跟着邱先生的脚步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可可果实。好，我们现在过来这个地方看看。好。哇，要穿好。这个。对对，好多颜色哦，对对对，都不一样。这就是红色的哈，红色的话，它的不是红就可以采，红的颜色还是要转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才叫做成熟。那还有黑色的是怎么样？那这个是被旁边还有黑色，这个是被老鼠啃掉的啊，老鼠啃掉的哦。老鼠蛮喜欢，那里面是甜的。所以红色反而是不能采收的哈，因为看到它颜色转到这个，又是橘黄色的，橘黄色才是成熟的果实。你这样有没有伤到啊？不会，可以速度呢，就是用转的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哦，好，这个就是成熟的可可果实。哇，好，这个就是十八招功法的第一招，干嘛呢？先取可可果实，用手剥就好了哈。这个能用手剥。好，哇，这个就是了。好，国外是用刀子。嗯。为什么我们不用刀子？因为我们没有刀子。好，那换我，可以了哈。这蛮好吃的。哇，啊，蛮好吃的，直接吃，蛮好吃的，直接吃。对对对对。哦。老鼠可以吃的东西，人就可以吃。老鼠喜欢的，你应该没吃。你刚说这个很甜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好吃啊。怎么像市价？酸酸甜甜。嗯。哎，好吃哎。好吃。好吃哎。它里面有个梗啊。哦，有个梗哦。直接拉就好了。然后有个梗，你要往这个手指往那，它会。啊。这个蛮好吃的，这个蛮好吃。嗯。重复一样的过程。继续敲。嗯，蚯蚓哎。好。吃饭要吃饱一点，才有力量敲。它红的哈，它的香味比较足。如果我们看就是，它的香味香气比较足一点。老师，我们现在果实剥完了，要进下一个步骤。我们现在拿到阴凉的地方做发酵。好，走吧。要发酵多久？哦，这要看时间。看时间。这真的是要看时间。
太阳跟太阳大有没有关系？对对对，那是气温，完全是这做法就是在看气温。气温啊？气温，温度。气温。经过了发酵及晒干之后，我们现在要烤豆子了。哦，我们现在把豆子装在这个我们的烤箱里面。好。啊。这烤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？它还让它因为我们豆子一定要把它烤过，才会有香味。香味哈。那我们现在要放到这。因为其实刚刚有闻一下那个发酵过后的豆子是有一点点酸酸的哈。对。这要烤多久？12分钟到15分钟，它慢慢的它的香味就会跑出来。正在看什么？火的均匀度。啊？它的火的那个均匀度，我们要注意到它的均匀度。了解。刚刚有听到啵的一声呢，对，已经开始，好，已经开始了哈。哦，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会比较熟了，它的香味慢慢，而且香味出来了，已经有香味，好香哦。那就是可可的交响曲。他在告诉你说，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慢慢，它的奶香味又飘出来了，慢慢。那个波的大小声有差吗？它是它豆子的大小。豆子的大小哦。那一般我们要做的时候，它豆子再挑的比较匀称一点。那匀称它才均匀度会比较好，的均匀度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个是经验，又不能烤得太黑，又不能没有那色泽。那这是经验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就要熄火。OK， 非常香哎。那在烤好之后呢？我们要把这个皮要去掉。把皮去掉。这个皮它自然好，现在已经烤好的皮，它自然就会用啊去掉这个。用手一拨就拨掉了。对对对。吹一吹就可以吃。吹吹。我靠！老师，很烫，很烫。又要试吃一下刚烤好的可可豆。已经有那个可可的味道啦。烤豆角的味道。脆脆的哈，还蛮好吃的。从这里开始制作巧克力的起步了。对，这开始。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制造的过程。好，好，这就是刚刚烤好的巧克力了。而且呢，吃下去是等于仿佛吃进了巧克力的原味，非常新鲜。这个呢，就是完全全程自制于台湾的巧克力。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，等于算是最后一个步骤了，要调温。是的。那负责来教导我的小老师公子邱君特。你好。你好。因为它，块状还很大，还不一，那我们尽量就把它给切得比较碎一点，我们要好操作。要切得很碎吗？越碎，等一下融的时间会，在拌它跟融它的时候会比较好收取。OK， 它从目的只是在这样。了解了解。还要搅拌。对。好，现在是在隔水加热嘛，哈。那周围现在已经开始在融化。很快。很快耶。这个是纯巧克力吗？有没有再添加什么样？100%。100%。融的差不多了哈。
们现在要做，现在已经完全融化了。对，完全融了。嗯，完全融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做降温的动作，等一下我们就铺，现在就要铺在大理石上面做降温。其实光滴下去就很漂亮哎。嗯。就是这样，先把它摊开了。啊哈啊哈。把它再弄得平一些些哈。因为那样降温比较快。扩大它的面积。嗯。跟冷空气一起去接触它，它会降温的更快。哦，所以你会把它这样拿高高的。对。好，这个动作做不好不会对巧克力有什么影响吧？会影响。啊，会影响哦。这是它的生命点。好，我会认真做。条纹是巧克力生命。是生命哦。对，很重要的生命一环呢。啊，就是按照您刚刚那样子，我还要再把它弄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哈。嗯。好。像那个巧克力瀑布，它会有点粘稠感哈。它会越来越粘稠。对，等一下还要再做一次回温。哦，还要再一次回温哦。还要再做一次回温。哦。所以巧克力没有那么简单，吃一口巧克力，吃一口巧克力很简单。对，做一颗巧克力不容易。所以是要放入模型当中的。嗯。把中间那一排把它敲一敲。把空气打掉吗？嗯。那我们再拿这一支刮刀。好。把它推平。巧克力全部都放进模型里头了，接下来下一步骤放冰箱里面。好，走吧。经过了冰箱冷藏15分钟之后，现在模型端出来了。它成型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敲出来了。好。哇，它就是这样整片整片出来。对，是的。这个就是最新鲜刚刚出炉的巧克力了，我很难形容我现在的感受。跟着邱家父子向儿子学习如何来制作巧克力，也跟着爸爸去认识可可树，试着去体会它的甘苦。但是最撼动我的是看到过去的一个槟榔农，现在可以对着可可细数它的种种。我想这就是台湾农民、台湾农业最令人佩服的一面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农家的实力带出来，让家人看到我们农家的实力。在这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说，我想把我们的连我们的产品，都到国外去，是我最大的愿望。